来，我们切敲一下好不好？妹妹 ，My black eyes， 我的黑眼珠啊！哎呦，是我的黑眼睛。来，你一二三五个人是就是一团吗？还是？我们其实有六个，对啊，上面有六个呢，六个啊，另外一个这么快就淘汰，他有一些外物，对，他有外物，他目前在水里，他今天没有办法来，但是我们会连他的分一起努力给出能量。啊，这五个人一起表演，五六个人同一团会不会？彼此有心结，还有勾心斗角。今天就在我们节目里面把它讲出来是舒服，把这个结给解开，舒服。而且最好在表演前讲想想。是是是，对对对，有吗？你等一下不要跳错了哦。没错，跳错就对了。那个小峰，小峰，不管他对或错，整个团体如果说他跳的跟大家不一样，错的是你们四个。我没有教好。好，梅芬这团吉祥物啦，是是是。你们这个在团队里面，每一个人一定有他各自分工的工作。啊，对，来问一下他们各自什么担当好了。你是担当什么？我是大力士担当啊，因为我力气很大，我大力士担当，我有肌肉那种。大力士，那什么时候可以？什么时候会展现？表现到就是可能如果对上有需要搬重物，我可以担任那个男孩子的角色。我喜欢这样的角色哦，太棒，特别哦，对自我有相当高度的认知。第二一位。安如，我是第二位舞蹈担当。对，我们这团第二位舞蹈担当，来来第二位，来阿米老师，给他演 music。舞蹈担当就不要输了，辣妹辣妹，下辣的辣妹，下去下去，不要客气，美的美的辣的，安如不要再客气了，大招大招，哎呦，耶，哦。看完我觉得应该是里面的舞蹈担心，所以他刚刚有讲说我是第二位，第二位，第二顺位，被某一位打压，第一位是小提，对，第一位今天没有来，对，今天没有来，没来，他没有来，你今天就是第一位啊，怕什么？对，对不对？永远不要怕，我们人生总要找到自己出现的机会，要了，要了，对不对？来笑笑，我是笑脸担当，哎，形容的，来了，声音怎么了？要求你是吸到你没有确诊吧？你怎么了？感冒，但是我已经一个礼拜就最近还没。这个抽病毒最严重，对，已经。那你可以试试想看说，高五需要做个阿内吗？高五需要做个阿内吗？有，需要做个阿内，小峰，我是秘密的队长。队长，对，队长应该会管大家吧？比如说，会啊，就说哪边唱不好，就之类的，我觉得嘛，没有，他都玩。哎，你在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管太多哦，不会管太多啦。嗯，对，其实我们的感情都很好，真的，全部的感情。我不相信，我不来，大考验。我们专门在龙给算，对，来了就经得起考验。团员当中会，比如说会有忌讳或者互相排挤，就说哇，草莓是里面长最漂亮。你真的会，真是龙啊！然后大跳步，刮高，而且他衣服还自己先选。对啊，有一些小，不是我选的，不是我选的，有一些小细节，优先了。哦，会吗？会不会会有冲？心态嘛，不会啊，不太会。对，因为我们都觉得他真的眼睛最大嘛，有吗？哎，草莓，草莓啊！加入这一团，你的感受啊？你们未来如果要到校园去演出《My Black Eyes》，怎么样把它推广出去？对，因为我们其实每个团员，就是如果要到校园的话，其实我们不只可以跳舞，可以唱歌。说的真好。我们还是因为我们输了什么了？那还在说，还没说完呢。因为我们也是啦啦队，哦，所以我们可以在现场应援，也可以跳舞，应援也可以带动气氛，带动气氛。对，哦，所以 CP 值很高，非常的奖励，好吧？多才多艺。那这个人家有靠歌艺的。我们有靠那个整体表演的，校园里面就是各种内容、各种元素都要有，都要有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带来这一首《My Black Eyes》。作祟，发自发美的陷阱，内心的狂乱，一次
众的感受。哦，我觉得啦，其实基本上看他们表演是很开心、很快乐的。但是有一个建议要给他们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因为这首歌事实上要性感一点，性感哦。所以我觉得不要，就是好像要可爱又要性感，不要直接吹到底。对，就是性感两个诉求，可爱先把它收起来。对对，笑容不要再出现。而且你看，就是很辣，没有所谓的吸不吸味，是有没有？你看，互相交换，很平均。草莓在我们最旁边，但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在哪里？哪里就是中间。对，但是刚刚每个人都很平均啊，我们有小帅严格啊，对啊，都有各自的 solo。刚刚也有在中间那个爽辣的，对，自己一个一趴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你看啊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同学再好好考虑来给票，好不好？好，也拉票一下，拉拉票。那草莓拉拉票好了，来来。草莓吗？会塞烂这一团。对，草莓，草莓摇晃两下。我们不只会唱歌，还会跳舞，我们还可以应援呢。攻击下，攻击下，下。